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很傻哎，垃圾。你有没有替别人着想过啊？到底生存在世界干嘛？你到底在干嘛？总不去死一死算了、啊。为什么？败类。为什么？社会畜生。小的嘞，你敢怎样？要安怎死你咧？Hot 啊，唔知哦。哦，安尼介绍你一个好所在，来，来乖哦。这是什么课啊？这是表演艺术课哦。哦，那我做错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你还是可以来上我们的课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哦，但是我没有经验啊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你教我？嘿，想要满足你强大的表演欲吗？想要成为舞台上的焦点吗？想要成为知庭的古猿吗？那就来大穷游活动组。为什么大家欺负我？姐姐，我被欺负了。谁欺负你啊？他们说我画的图很丑，你看。明明就很棒，我超棒，盖好棒棒一张。嗯，真的很棒哎，那跟姐姐我长得好像哦。嗯。那可是也不是因为这个就欺负你吧？他们还说我做的纸飞机做的很烂，对不起啊，你看很棒哦，飞起来的。好嘞，那好吧，不要哭嘛，姐姐施个魔法给你好不好？你转过去。姐姐你好美。好啦，你转过来，在你帽子里自己看。姐姐你怎么变的？画得好好哦，做得好棒哦，教我。好啊，那姐姐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嘿，想成为美工专家吗？想成为带队达人吗？泼起来感觉好好吃哦，哇，还有全脂奶粉，哦，那个棕榈油，哦，棕榈油不错哦，好吃，嗯，还有那个哇，效果，怎么了？分手吧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哎，这里好漂亮哦，我帮你拍几张照片。好啊。哎，拍好了没啊？好了。哦，好了，那换我试试看，快点。耶、yeah ！哦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改变。嘿、hey ，想要学习专业的人物摄影技巧吗？想要拥有实用的影片剪辑能力吗？想要成为宣传片里万众瞩目的男主角？快毕业了。
就洗家了。那就来。